天的追星我们还是要跟您讨论羚羊组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美国人有动作了。什么动作？美国的联邦众议员 Bakken 还今天呢对两个人表达祝贺。那不仅如此呢，他同时还呼吁现在国际社会呢应该要让台湾用自己的国旗，另外还有国歌来参加奥运比赛。而且呢他更补了一句说，国际不要再讨好中共了。不过国际最好玩的事情是啊，这话现在都话得很大声，但是真的要做的时候呢，不是大家先观望，就是蹑手蹑脚。所以这种政治口水我们有的时候看看就算了，但是讨论到政治，中国有的时候似乎有些太过敏感了。怎么说呢？小 S 最近呢因为支持参加东京奥运的国手，居然呢引发了中国网友的不满。那不满的是呢，说直接说小 S 是台独分子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短时间内呢就有四个品牌代言直接跟小 S 切割。那这个呢包含像是大人堂茶饮的品牌授权斋，另外还有时尚品牌 Joya， 还有洗发精品牌 Clear 清扬。那这些东西如果全部算一算，估计损失超过了3000万元。那不只是小 S， 蔡依林她也因为呢在现实动态上面 po 了照片，因此呢你看到这几张照片呢就是她在个人的社群媒体上面，另外还有现实动态上面所 po 的，结果现在呢也被批评说，哎，你根本就在辱华。结果呢现在就有粉丝跳出来说了，好，你要说蔡依林入华是不是，你过去呢其实蔡依林有跟中国的奥运冠军马龙一起唱歌。那这个唱歌的画面呢，也就是你现在目前所看到的，主要呢就是蔡依林的粉丝想要打脸这些中国的小粉红。那而且还回应说，那都已经跟马龙合照了，我怎么就入华了呢？所以有没有发现现在看比赛啊，你讲一句话可能会丢3000万，你 po 一篇动态你可能会变成在批评一整个民族。不过针对现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，研究民族主义的师大台湾语文学的副教授庄嘉颖他就说呢，这跟中国最近这几年啊有一些战狼外交似乎呢有蛮大的关系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看到上面长官这么凶，所以呢下面的这个民众就觉得很急，那我们要急着证明我们是最厉害的。而且不仅如此，他们也想在体育娱乐上面来对国际做出反击。不过如果是这个角度，纵然让人很不舒服，但是还可以理解。不过接下来这几个到底要怎么解释呢？中国呢这回有一个球星，他的名字叫做成龙，在这一回呢对上丹麦的比赛，安塞龙的比赛当中输球拿下银牌之后，他居然被骂什么，他说输得真窝囊而且丢人。另外呢羽球刚刚跟您提到的林洋配打输之后呢居然被骂国辱，而且还说你们双塔赶快退休吧。当然这些都是网友所骂的，不过对此呢 BBC 就报道了，对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来说，你只要任何是输掉金牌的比赛，你其实都可以被解读为你不爱国，而且如果你输给其他国家的话，你甚至可以被解读成是背叛国家。好，不过我们要讲一句实在话，你看现在目前中国已经拿下了30面的金牌、19面银牌、16面铜牌，你们的成绩其实已经在美国之上了，所以这到底有没有必要这样呢？不过除了场上选手之外，这回奥运赛场间还有默默无名的英雄，譬如说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在搭建舞台的这群工作人员，图片虽然有点小你看不清楚，但是他们是黑猫宅急便。那这回呢就有一堆穿着他们制服的人在短短的5分钟内就想办法要把这个颁奖台给搭设完成。而且不仅如此，这个颁奖台呢它其实是环保的材质，它用了25吨的废弃垃圾，另外还有 3D 列印所做出来的，所以既展现了环保也展现了科技。那还有一点也很好玩，就是很多人到日本之后才发现，原来这个地方的超商可以开24小时。那就有纽约时报的记者呢甚至因此说，这个24小时的便利商店不仅11全包，而且根本救了我的命。好，不过我们还是拉回来讲刚刚这个话题，运动员通常在场上很辛苦争取自己的荣耀的时候，难道支持自己的选手也不行吗？刚刚跟你提到的天后蔡依林，另外还有小 S 支持中华队选手而被出征的事件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我只是想跟你说，妍希，你真的很棒。艺人小 S 在影片中搞笑向竞技体操选手洪元喜喊话，要他赶快回家，还说自己炖了猪脚要给他吃，就因为他发现洪元喜跟徐老三长得超级像。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
是妈妈一直没有跟你说。影片中还带进妈妈角色，奥运期间小 S 不断在网络上替台湾选手加油打气，像是小林同学林昀儒跟黄金羽球男双王麒麟李阳，小 S 写下你们都好棒，帅疯了，甚至帮戴资颖庄智渊鼓励集气，还说要帮英雄们庆功，邀大家一起到家里吃饭。疑似留言里面出现国手两个字，引爆小粉红不满，遭到中国网友出征，批他不用到中国捞金，不用辛苦当双面人。以一个中国原则为由，短短一天，小 S 就丢了四家中国厂商代言，估计损失3200万，连女儿许希文代言也受到影响。另外还有天后蔡依林，只是在 IG 发现实动态替林洋配跟汤包汤志军加油，而且用字非常小心，大多只用爱心符号、简单词汇。还有在脸书转 po 戴资颖贴文，说鲍仅仅超强的，依旧引发中国网友不满，酸言酸语灌爆脸书，说九令要放弃中国市场。看来谁也没想到，支持。奥运为自己选手加油也能被出征。三立新闻陶志昭宣台北报道。